是夕阳方苗，我们岛虽然做出了若干饮食问题的决议，实行了改革开放，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。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，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。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，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，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。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，文化大革命这样历史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。一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应该感到紧迫感，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，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止，更不能倒退，停止和倒退都没有出路。